下，下午好，晚安。拿把我的平板架高，比较可以看得到你的留言。这样子好多了。午安，太热了，要来做冰淇淋。然后最近家里面有很多婆婆妈来的芒果，然后我昨天也不是昨昨天对削了两大盒，削了两大盒啊。这个是籽子，我先把它拿去旁边好了，籽先拿去旁边一下。然后做冰淇淋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都有分享过，然后之前那个烘焙展，我们也有去 Bosch 的那个摊位那边展演嘛。反正基本上做冰淇淋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 Bosch 的超高速全营养调理机，所以就是打的话，任何水果都可以啊。你只要把水果先洗好、切好、切块，像这样子冷冻起来，冷冻的水果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比如说凤梨啊、芒果啊、草莓啊，或是综合莓果。或是冷冻的奇异果、香蕉都很适合，然后呢直接下去打，然后呢水果跟鲜奶油的比例的话，我后面就是这样子做几次下来的时候，就大概水果跟鲜奶油的比例，鲜奶油就是这个动物性的鲜奶油，然后可以3:1，水果3，鲜奶油1。刚刚吃自制的布丁芒果，午安 Vicky 午安，然后小福午安， Apple 午安，这样子。今天真的很热，对啊，没有，因为好像小季老师刚好说那个台风要来，所以会整个闷热这样子齁。匿名午安，是 Lisa 午安，看一下谁， Nicole 午安，小旭来了， SC 来了，这样子。昨晚用了10多年的风扇 GG 了哦，柯雷，你不能讲柯雷，风扇没有风扇很热嘞，要不然是开冷气好了，这样子。好，那反正就是冷冻的水果，你可以任何你喜欢的。哦，我之前打，我觉得很适合拿来打冰淇淋的，就是像凤梨啊、苹果、香蕉、芒果，还有综合冷冻莓果这一类的，都还蛮适合的。冷冻的水果直接打哦，不用退冰哦。冷冻的水果拿出来点 coco 直接给它趴了去，因为它的那个麻力非常非常的强劲，这样子。雅静午安，好，然后静平午安。哦，雅静也是说今天真的超热。对，你们住台北是台北，反而好像比较热，盆地的关系。然后好，就是继续讲，水果三，鲜奶油一。所以有水，譬如说，如果你水果300克，鲜奶油就100克，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倍数去增加，3:1。那如果说，哎，老师，因为你用鲜奶油啊，因为它乳脂比较高，你吃起来那个冰淇淋口感比较绵密，比较好吃。但是如果说你就说，哎，鲜奶油这样子。比例上面来讲，会觉得那个叫什么热量比较高的话，你也可以鲜奶油的部分换成优格，也可以。比如说我们300克是水果，100克是鲜奶油，3:1嘛。那你鲜奶油100克的部分，你可以50克是优格，50克是鲜奶油也可以，或者是70克鲜奶油，30克优格都可以，让它有点优格的味道。我用过优格做过，也蛮好吃的，也蛮好吃的。好，我现在就先来打。然后我本来是想要做芒果的，可是因为我们家有还有什么凤梨啊、莓果啊那一些，不然我做一盒芒果的啊，然后等一下再做一盒综合的啊。我这个都是冷冻硬的咯哈。心怡午安，小姐午安，然后还有谁？热翻的小气说拖个地汗狂流，对啊。好啊，我这边因为我这个昨天切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把它分啦，所以它现在在这里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怎么样两遮会啊，不要紧，反正我们要打冰淇淋，不管就直接硬硬的直接把它丢下去打就可以了。我打一个芒果的，然后等一下打一个综合的好了，就是有加香蕉，有加凤梨的，就是有点热带水果那样子的。好，那我这边把它加下去，我这边打600的芒果，那我的鲜奶油的话就200啊。当然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有的人做冰淇淋啊，等一下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打出来好像比较软比较水，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每一种水果的水分含量不一样，像芒果的水分就比较多，所以我们是3:1，
这个本来应该鲜奶油要200-600克的芒果，然后鲜奶油要200，对不对？可是你又觉得说，哎，我想要吃稍微比较结实一点的口感，我不要那么软，然后我想要打完马上就能吃，不用再进去冷冻库冰几小时之后才能挖得动，你想要马上现吃，那你鲜奶油的分量其实还可以再少一点，因为这个其实比例没有完全一定，因为每个水果的水分含量不一样。而我现在600的冷冻芒果，本来要200克的鲜奶油，我这边先放100-150试试看，我先放。以它打得动为主就可以了。那糖的部分你们就自己酌量看要不要加，它其实芒果很甜，不加也可以，我加150好了。好，所以我今天的芒果是600，然后鲜奶油是150，这样子来打。哎，大小姐好，芒果一定要冷冻吗？对，你不冷冻你打出来就变芒果汁了，就不是冰淇淋了。所以你要用这台，因为这台它有冰淇淋的功能，因为它马力很强，所以它一定要冷冻打起来它才是冰淇淋的口感啊。如果你没有冷冻，你只是一般的芒果切成泥下去打，你打出来就会变成水水的，很像芒果汁啊。你要拿去冷冻冰个卡固，它都不太容易变成像冰淇淋的口感，你会变成有点像那个芒果奶昔啦。好，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是冰淇淋的口感的话，会建议你水果要冷冻哦。好啊，我们这边因为要打这个有料的，它会没办法打到这边，所以它有一个推料棒，我们就把它放下去，这样子哈。想吃？哎，陈嘉玲，你有在吗？如果哎你在附近，你就过来拿。我本来想说要跟你讲，还没跟你讲。陈嘉玲，等一下再赖我，等一下再赖我，不等晚上再拖地比较凉。晚上7点要求2个少拖地。好，我现在打，我现在打。好，把它打开，然后这边有一个冰淇淋的选项，会有点大声。你们正常应该等它时间到再关，可是你看我现在在打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芒果啊刚刚要直播，我大概前10分钟有拿出来，它已经稍微有一点点小退冰了，有点1/3退冰吧，所以它打出来就稍微比较软一点点了。所以刚刚有同学问说要不要冷冻，一定要冷冻，因为我这个有点退冰都那个了，都有点软了，更何况没冷冻，所以最好就是冷冻拿出来硬邦邦的直接打，不用担心它马力很强。好，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我来拿个盘子一下。然后，因为我们的，所以我现在旁边还在煮一锅水，我要煮那个红茶。我们家最近就是也是做热完，然后我们家都会一直煮那个什么冰红茶。等一下我那边水快滚了，我等一下也要来泡红茶了。反正家里都要准备很多饮料，冰的这一类的。好，我把它先弄下来哦。请问桌上的大理石是桌垫吗？哪边能买？这个是正义大理石的那个食物用的那个大理石料理板。之后会开款啊！如果你急着需要，你就去正一大理石的官网买啊。我们开款的话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好，正一大理石我之前有介绍过，你可以搜寻老师之前有介绍的文章，这样子有没有？它打出来就会有点像这样泥状的啊。因为我刚刚鲜奶，我是跟你讲说鲜奶加的分量你们也要斟酌，如果说觉得说哎，我先试试一口看看，它就有点像这样子泥状的了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我的芒果已经有点退冰了，而且芒果如果水分比较多，你鲜奶油其实分量还可以再少。哦，好绵密哦。哎，可是我觉得糖的部分呢、啊，因为有加鲜奶油，它比较味道比较淡一点点啊，没关系，我把它，我都会习惯用这种饼干盒装冰淇淋，我觉得这样子 OK。那你要现吃的话，一定要打好，要马上现吃，你一定要是冻很硬的水果打好就可以马上现吃。像我们之前在那个烘焙展。因为要现场给大家现打现吃的，所以我们的水果都是冻得非常硬的状态，然后马上打，马上吃冰淇淋的口感。因为我这个芒果已经稍微有点退冰了，那我就把它放进来盒子里面，然后进去冷冻库冰个几小时，它有点冻得有点半结实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冰淇淋勺下去挖它，这样子哈。好，我把它倒下来，这样子它就有一点点泥状的感觉，甜度你们自己看，如果觉得说哎不够甜什么的。要加你们再加都可以，这样子，因为每个人吃的甜度不一样，如果说你要原本水果的甜味，你就照原本水果的甜味就可以了。
因为尤其天气现在很热，你刚打好它过没多久，它其实也会软得很快，所以如果你要吃比较扎实绵密的口感的话，打好之后有没有像这样子，我们最好再拿进去冷冻冰，冰到它有点半结实，你再用冰淇淋勺挖会比较好吃，然后也比较不会融化的那么快。然后我们挖的时候，如果想要里面有一些芒果的颗粒，就把它丢下去，让它有一点芒果的颗粒在里面。哎，我刚有一只小只的，这样子，然后把它拌在里面。那你在挖的时候，就稍微还会有吃到一些芒果肉的味道，再补一点。好，这样子你就有那个芒果冰淇淋，也有芒果果肉在里面。好 ，OK， 好，这样子一盒。然后稍微把它弄平，然后就近冷冻冰，冰个几小时，让它有点半结实，我们再用冰淇淋勺来挖就可以了。好，阿咧有劲无？芒果冰淇淋一盒就完成啊！我喜欢用这种，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方便，比较不占空间，等不到大肠面线还没呢，还没呢。好，一到三口，突然就要三个小时，天哪，也太久了吧。好 ，OK， 芒果爽，芒果爽是什么？芒果爽是卖冰淇淋的吗？我不知道，中立树下，中立榕树下。好，我先拿进去冷冻冰，然后我再打一个综合口味的，我那边还有香蕉跟凤梨这样子，我这个先拿进去冰，不然它会一直软掉，因为太热了，我里面没有开冷气哈。水果一下，我们家水果吃的分量没有那么快，所以你看我都会把一些水果就是切块冷冻。像这个是好事多买的那个冷冻的，综合梅果，可以用冷冻草莓做冰淇淋吗？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冷冻的水果都可以，冷冻的水果都可以，冻硬的哦，梅果，然后还有这个是凤梨，我把它切成像这样子，块状的，也是这个已经冻很硬了啦。然后香蕉我刚才冻这个三根而已，我等一下会拿这边黑掉的，就是比较硬的，再下来打，一定要硬的哦，一定要硬的。然后还有这个苹果片也是一样，吃不完你就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就可以，如果你们家有这种调理机的话，就可以拿来打这样子哈。好，我这个就不用洗了，我等一下就是直接打。冷冻草莓可以做冰淇淋，可以，而且我之前那个万用厨师机，那个是另外用那个冰淇淋机做的食谱，在那个万用厨师机的那个文章那边也有写，你们也可以去找哈。我先倒凤梨，反正啊比例你们可以自己照自己喜欢都可以。凤梨打成冰很好吃，这边放280的凤梨，你们帮我写一下，帮我记一下，免得我自己又忘记了，280的凤梨。然后帮我写一下280的凤梨，然后加冷冻香蕉90，这样子370，冷冻香蕉90，这样子重量370，然后再来苹果给它下来，冷冻的哦，硬的哦，不用退冰哦，苹果100，好，那这样子变470。好，苹果100变470，然后这边冷冻的芒果可以给它下来，冷冻的芒果也100变570，冷冻的芒果也100，然后
综合冷冻莓果，主要是要让它有点淡淡的莓果味跟那个颜色。那我就30，莓果就30，这样凑600，莓果30，凑600。好，这样子让它有点那个莓果的粉红色。好，这样子，所以我水果是600，280凤梨，90香蕉啊，还有我们刚刚讲什么，苹果也100，对不对？反正水果的总重就是600，然后我们刚刚说3:1嘛，所以鲜奶油应该要多少？200。可是呢，啊，然后这个的话需要加一点点糖。我之前做那个凤梨苹果口味的话，稍微我有加30-40克的糖，稍微加一点点。它吃起来的话才，因为你吃冰淇淋完全没甜味，恭喜咱今天不喝鸡啊，你会觉得说啊，老没味啊，所以就是加个30-40克的那个砂糖。还是要有一点点甜味，因为吃冰淇淋就是吃甜点，所以把它加下去。然后鲜奶油的话应该要200，那我们先不要加到200那么多，我一样先加，我先加100，看打不打得动，打得动其实就可以。那你鲜奶油就不用吃那么多，比较不会那么的热量那么的高。我先加鲜奶油100，我看一下，可以用食物调理机做吗？可以，但是食物调理机的话，力度要够，或者是你少量分次打。我之前也用过食物调理机打，可以，但是如果比较没有那么有力的，你就少量分次打也可以。280凤梨，90香蕉，100芒果，莓果600，对。然后我鲜奶油我先用100，然后糖大概40克，糖大概40克啊，糖你们可以自己斟酌，好不好？好，我们来打。哦，这一锅满满的，可以食物调理机。哎，吕内来啊，呵。米生堂说现在还在找茶几关。好，来，那我们把它开下去，冰淇淋。凤梨跟苹果跟香蕉这种水果就是水分就比较少，所以你在打你就会觉得它会有点比较一刚开始打不太动，可是它有力，你慢慢的就是用推料棒把它的颗粒压下去，它就会滚到底下去，就会打得到。然后你给你们看它打出来这个就很绵密，你看我这个鲜奶油就加100而已。所以你们如果是芒果口味的话，如果是600克的冷冻芒果，其实应该，如果你的机器是有力的机器的话，其实你的鲜奶油也可以加100就可以的，所以可以到6:1打得动的情况都可以哈。然后你看这个，它打出来就是这样，因为它有混到那个芒果颜色，我把它先搅拌均匀一下，它混到那个芒果的颜色。我弄在这边给你们看，你看。它这样子它就已经是，所以我跟你说你们要用这个打冰淇淋，就是水果一定都是冻硬的，硬邦邦的，像啊我的水滚了，我要泡红茶了，等一下，快好了，等我一下。好，我先把瓦斯炉转小一点。没有综合莓果可以用红龙果代替，百香果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每一种水果的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你加的鲜奶油的话，我们就是以打得动为主，大概是3:1、4:1、5:1到6:1都可以，因为每个水果的水分含量不一样。哦，好热哦，这样子。所以你看它这个综合的，我有加莓果，它就会有莓果的。你们有看到它在冒烟？它在冒烟。这个就是冻硬的。然后呢，鲜奶油不要加太多，你打好。其实小朋友要吃，马上现吃就可以。哎，你们有这样子有看到在冒烟吗？敢有？青烟，因为内底真正上热，所以冰淇淋的青烟。冰淇淋的青烟，芒果可以过滤好籽。其实芒果那个籽本来就可以吃 啊，如果你不想要吃籽，你就把它过滤掉，做成冰块砖再去打，可以。哦，哎，有加综合的好吃，综合的好吃。
综合的好吃，因为我之前教大家做用这个过去的超高速全营养调理机做冰淇淋，都是用综合的，反正就是香蕉、苹果、凤梨，然后冷冻综合莓果，没有莓果的话也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刚好有芒果，就可以再加芒果，它有点热带水果口味的，有看到冒烟，好好好，它这样子，它现在是这样子，你看它就是会有一点那个比较结实的感觉，不会软趴趴水水的，这样子就可以吃哈。那我们刚打芒果倒出来，感觉比较软比较水，是因为我刚鲜鸟吃芒果就600，鲜鸟就加到150就比较水，而且芒果本身水分也比较多，所以打出来就比较软。所以你要打芒果的鲜鸟可以再少一点，然后芒果要冻硬一点，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那这样子就 OK 就一个就好，我们就把它一样装在盒子里面。那你要挖的时候，里面有一些什么水果块，比如说芒果你要切成小丁放进去，或者是苹果切成小丁放进去，或是冷冻综合莓果丢进去，这样子一边挖的时候都还可以吃得到那个果粒，也是可以的。好，那我大概这样子600克的水果的分量加鲜奶油打起来，大概都会差不多接近这个饼干盒1公升的一盒接近啊。好，然后等一下还要试着来打我的那个红豆沙。好，这样子就一盒。好，然后你拿进去冰箱冷冻，把它稍微冻得结实一点，再用冰淇淋勺挖，口感会更好。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子吃，就是把它冻冷冻。那你要吃的时候，从冷冻拿出来，一刚开始要挖，很难挖，很硬，就拿出来放在室温大概5到10分钟，你再用冰淇淋勺或是汤匙下去挖，就会很好挖啊。挖好那个冰淇淋就不容易会融化，或者是你要一刚开始就装那个小慕斯杯，一杯一杯的，然后直接一杯拿出来半解冻直接吃也可以。哦，什么八月堂可颂什么东西？嗯，八月堂可颂。OK， 没有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冰都烧烫，怎么出烟了？哦，群内说叫我帮肌肤前做高山乌龙茶口味的冰淇淋，这样子。你看我的刘海嘛，是用那个老瓜。好 ，OK 哈、哦。有了，最后小季说他的那个牙齿不好，不能吃冰的。对，大小姐问在，大小姐问在，我先拿去冰哦，我先拿去冰。冷冻库都满了，换个位置。冷冻库满了，我去换位置。然后呢，我现在把这个机器洗一洗，因为我之前这边有做这个蜜红豆，然后我都是加牛奶，吃那个打红豆沙牛奶，或是做成汤匙喝的红豆牛奶。但是呢，我发现我因为我上次煮太多那个红豆了，吃不完，然后想说啊，不然我把它做成红豆沙好了。然后我想说，等一下用调理机来打这样子，你们等我一下，我先去把这个装水要清洁。好，那因为我们刚刚这个里面有打鲜奶油嘛，所以它有这个自清洁的功能。然后如果你有打一些这种酱汁啊、沙拉油啊，不是沙拉油，橄榄油酱汁或者是一些沙拉酱之类的，它会有一些油。我装水之后会装一小滴的那个洗碗精进去，好，要让它做清洁，它会自己自我清洁，按下去。
罐的水果就把它切一切拿去，要不然你水果放着也是会坏啊，你就把它切一切拿去冷冻就对啊，你之后要煮果酱也可以啊，冷冻库满了拿去婆婆家冰，我跟你讲婆婆家的冷冻也很满，婆婆家自从有了冷冻柜之后疯狂囤货，我上次去也是去拿芒果的时候，然后他还有拿很多那种虾仁跟海鲜那个修根啊给我，然后我就去，我每次去那个婆婆家的时候都会去突袭检查她的冷冻柜啊，冷冻柜现在都已经大概70%-80%满了，70%-80%满了这样子，我就说我妈你这很厉害哎，就这样很疯狂的囤货这样子，可是她都因为她买一些鱼啊海鲜啊虾子那一类的，她会帮我们一起买啊，因为她有认识那个卖那个什么海鲜的东港的，然后他都会帮我们一起买，然后再叫我们过去拿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要给帮他买一台那个冷冻柜给他，上次那个惠而浦的冷冻柜就卖得很好这样子，然后他也用得很喜欢很开心，而且他一直推荐他很多朋友买，然后后来他朋友要买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团了，他一直在那边跟我说哎呀我他在搞我讲的我不想买买我买不了，你大家都外好用都外好用我没买到，这我就说没关系，就下次啊，下次有再开冷冻柜的团再买，因为那时候刚好也都是处于没货的状态嘛，这样子。好，那我这边清洁完了，我这边的冷冻水果我一样先拿进去冷冻冰，不然它等一下会退冰。啊，我们等一下我来打红豆沙看看哈。那这边等一下我就把它都收起来了啊，我的红茶啦，我要煮红茶，等我一下，我把红茶先拿过来，你们要看我煮的红茶，上次那个大小姐不是在问我说我们家煮的红茶都哪一种吗，哎，这没有业配哦，这真的是我们家平常煮红茶我们都是用这一种哦，我拿来顺便煮给你们看一下下，其实也不是煮给你们看，煮红茶有多简单，就是水煮滚，红茶包丢下去而已。好，然后我们家都会用这个大锅子，我刚刚水已经滚了哈。哎，拿起来，这个我们家都买这个牌子的咖啡红茶，这喝起来真的就是早餐店的那种红茶，我们家三个人都很爱喝这个味道，然后它这个打开里面呢有两包，有两包，然后它是像这样子，那它每一包两包两大包，每一包是可以泡2000cc 的水，2000cc 的水，所以这边要4000，但是呢其实我都习惯用这个锅子煮嘛，那这个锅子的我先泡下去哦，泡下去之后煮，把水煮到90°C，好，他说不要滚烫的水，90°C 最适合，然后所以这边应该要4000，可是呢其实我都会比较省着，就是你用我打包我会省着煮，就是我会用那个什么大概会是4500的水，就因为我这边的锅，这个锅子我大概装到8分满，它大概是4500，我有量过啊，我就想要多500cc 没关系，反正我们自己喝味道稍微淡一点也没关系，可是我觉得4500的水泡出来的红茶味也还蛮浓的，然后呢泡90°C，或是你水滚之后关掉，稍微放个3到5分钟，你再泡下去，泡30分钟，我先计时，泡30分钟，好，计时下去，30，就简单嘞，你掐再泡出来就喝你咩，然后呢，你单喝也好喝，然后我早上喜欢喝红茶什么，就是要你要加冰块，加冰块会很好喝，然后又不会太甜，然后呢，你要直接杯子装到7分满的红茶，剩下的3分。放那个鲜奶也很好喝，就很像早餐店的红茶跟奶茶这样子，然后泡30分钟之后把茶叶捞起来，捞起来之后里面加糖，那他是说每一包加的糖是加150克，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两包的茶叶是要加300克的糖，可是我的习惯都是450cc 的水加糖了，我没有加到300，我加200-220，大概我都加，我自己目前最近在家这一个月以来煮红茶
至少煮这个煮十包以上了，我都是加220的糖，然后甜度来讲我们家会刚好，因为我们喝的时候我们都还会加，虽然说我们喝的时候红茶是冰的，可是你知道喝红茶的时候还有冰块，那个红茶很冰很冰，特别好喝，所以我们家都还会加冰块，所以我这边就是4500的水，4500cc 的水加两包红茶，咖啡红茶包泡30分钟起来，糖我会加220，我自己觉得我们家的甜度这样刚刚好哈 ，OK。要加糖，要加糖啊，要加糖。对，用泡的就好，不用滚过。他是说90°C 的水。啊，我之前对米仙塔，米仙塔熊仔啊，米仙塔你打，你开早餐店熊仔啊，滚过会涩。哎，米仙塔转掉哎，滚过会涩。对我有试过，真的滚过之后那个红茶起来会涩。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用90°C 的水下去泡它的话，不会涩，不会涩。建议加哪种糖？加什么糖都可以，你要一般的白砂糖、二砂糖，或是像我们家都会用椰糖都可以，你们可以看你们自己喜欢的糖都可以。我们家都是习惯用椰糖，因为椰糖是 DGI 的，这样子。4500的水，对啊，4500啊，因为那个一包是2000啊，所以我两包是4500啊，这样子。我们家都会加这个椰糖 ，DGI 的椰糖这样子。糖你要加什么糖都可以，都可以。喝红茶，对我们家的人也都很爱喝红茶哎，这样子好 ，OK， 好，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我就完成了红茶阶段，把它泡下去。那泡完之后躺下去拉拉哎，等它稍微冷却之后，我再把它装到瓶子里面，一瓶一瓶冰到冰箱里面去。那我们家早上起来，大家反正天气热，大家都会很想喝冰的啦。那你就是再加一些冰块，把它稀释一下就很好喝啊，甚至你就是直接加鲜奶，把它做成奶茶就很好喝了。要盖盖子吗？不用。90°C 的水30分钟，对，那个什么九恩拿说难怪你滚完放茶包好涩哦，真的吗？哦，你们学我这个方式真的不会涩，而且那个红茶我们都会用，本来我都用这个啦，用这个什么郭宝的这个，因为郭宝我们有之前有卖那个气泡水机嘛，气泡水机有需要的话可以买，现在天气很热哦，气泡水机特价1990，我准备赶紧公告服务节，1990现在还是有2支气瓶，再加1000ml的水瓶跟500ml的水瓶各一支，优惠团购价1990，很便宜，你们去老师的那个部落格看都可以直接下单。然后呢，我都用这个装，因为这个可以耐热。然后如果这个真的不够装，我就会用这个。你看我们家，因为这个小角是刚才拿出来喝，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买鲜奶嘛，鲜奶喝完之后都会弄完。可是如果你要装到这个瓶子的话，我就会把红茶完全放到室温冷的才会装这个这样子啊。如果说它是有点温温的，我就用郭宝的这个瓶子，因为它这个可以耐热到70°C， 然后所以它有点温温的，我就用这个装都可以。你们瓶子看你们自己喜欢都可以，这样子哈，不用盖盖子，不用哦。嘿，泡就好，不用滚哦。对不对？你叫我姐红茶包哪里买？哎，把红茶包丢掉，你们自己找。这个应该很多超市都会有啦，就这个，给你们看一下，没有业配。3、2、1，自己截图。呵，它有很多种口味哦，你要买这个哦，咖啡香，因为我们上次呢，咖啡红茶没货，然后我的小姐说没被麦香的喝啊，赶快去喝了哦，赶快去天人名茶麦香红茶。可是我们家三个人就已经喝习惯咖啡红茶的味道了，喝了麦香红茶突然觉得说麦香红茶味道比较淡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觉得说还是咖啡红茶好喝，所以我们就是后来有在去那个商店买的时候，那个有看到有咖啡红茶有货有没有，小姐我是直接一次十包直接买起来这样子，因为我们家喝红茶也是喝量很大啦，这样子你们再自己去找啊。它的麦香冷了再加糖，没有，你30分钟那个茶包要起来，你熬那个时候你的水都还是有点温热温热的，你就那时候加糖，然后搅一搅，糖融化了就可以了，你就趁它还有点温温热热的，糖可以比较快融化，所以你糖不用等冷再搅，热热的时候加也可以。只是我现在在泡茶叶，我不会加，我会把茶叶捞起来才加糖，这样子。拉姐的喝啊，决明子，这我的这个里面没有决明子哦。高山乌龙茶喝完的瓶子拿来装玻璃的不怕了，不行啊，那太占位置太重了啦。我这里面是没有决明子的，没有。好，我要把这个拿去洗，等我一下。等一下哦。
好，这样子红茶就到这个阶段。反正我有用按计时器啦，等一下计时器时间到，我们这边应该还在做红豆沙，我就可以加糖给你们看。看你们就照我这个方式，这个牌子我们已经这样煮很多年了，我都是这么煮啊，我们家都还蛮喜欢的，也不会涩这样子。啊，我现在要来打我的那个红豆沙。啊，我这个蜜红豆是已经都蜜过了哦，这个已经都蜜过，有加糖了，但是我不想要那么多水，所以我等一下把它的水先过滤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看它的湿软的程度，如果觉得需要炒一下，我就再稍微炒一下这样子啊。我先把这个鲜奶油先拿去冰，等我一下。蜜红豆的水稍微过滤一下，不要那么湿，不要那么湿。我想说把它做成红豆沙，这样子如果我要包，比如说做那个包子馒头，把它包成那个叫什么豆沙包也可以。哦，上次做蜜红豆的时候，那个水比较多，我把它稍微过滤一下，这样子它里面的水就在这里面，就稍微把它滤一下下去打。我打看看，因为我还没有用这个打过豆沙。好，给它下，给它下。好，我先打这边试试看好了，我先打这边试试看。好，看一下你们留言。椰糖什么牌子的，哪里买？椰糖是这个江南严选的，我们之前都有开团，之后也都会再持续开团，因为老师都固定用这个江南严选的椰糖。他们家的椰糖的话是马来西亚进口的，然后是纯天然手工做的。之前有开团，之前三月有开团，后面会再开团，因为这个常常有人要补货，然后你们可以再看老师的那个介绍这样子。老师那个部落格也有椰糖的介绍，你们可以先去看，然后那个等一下之后有需要再一起来跟团。现在邻居拿刚煮好的珍珠送你吃哦，珍珠太赞了，珍珠好吃。通常古早味红茶里面有加决明子，但嘉芳老师说他们哎，我看，不然我确定一下，没有啊，我看一下，哎，有哎，他有决明子成分，他写茶叶决明子。哦，有耶， Vicenta 厉害，有，它这边成分有写茶叶跟决明子，决明子，哎，那决明子的用意是干嘛？让它有那个香气吗？瘦身啊。瘦身哦，是哦，哎，真的，哎，但是 Vicenta， 谢谢你，我到现在我才知道这里面有决明子，所以它才叫咖啡香红茶嘛，因为我一直想说咖啡香红茶，啊，咖啡香红茶来代表咖啡，想要咖啡香，是因为决明子的关系吗？感谢，哎，真的有。真的有。老师的蜜红豆都是用饭锅煮的吗？我有两个，我之前都有教过，一个是用这个锅宝的 IG， 好，我要我东西快点几堆名要出来。这个也会开团，七月份也会开团，锅宝的 IH 定温电子锅，我之前用这个煮，也有直播教过大家。然后呢，我上一次是用我的这个Bosch 的蒸烤炉下去蒸的，因为我那时候那一次蒸是因为我要蒸那个黄豆，因为我黄豆蒸好之后我要冷冻起来要打豆浆，那因为我要蒸黄豆，我就想说那因为它空间很大可以同步一起蒸，所以我就红豆也一起分开，就是一起进去蒸安内娜安内好，所以我上次用蒸用半锅煮电锅煮都可以，我之前都有教过，可以搜寻一下哦。啊，椰糖看可以加什么？椰糖什么都可以加，做面包、做吐司，加成料，再加料理，做饮料、做红茶、做奶茶、做烘焙、做蛋糕、做面包、做甜点，什么都可以用椰糖。对，米斯塔说那个味道就是来自于决明子哦。OK， 一包两袋煮六公升哦。Peach， 你煮到6公升，我煮4500，因为我的锅子就这么大，然后有时候我会多一点到9分满，就
九分满的话大概就5000嘛，因为我的锅子没到6公升那么大，我就没有煮6公升了，然后怕它味道会太淡，所以我们家目前这个比例来讲味道还 OK 这样子。好，我来打这个蜜红豆，我直接用研磨的，研磨的好了。调理机我每天几乎都会用到，超爱的，老师有在团购哦，可以跟老师私讯询问哦。反正 Bosch 的东西老师跟他们都是长期合作，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都可以直接问老师啊。其实老师都有把文章介绍，文章还有所有的分享食谱怎么用这台机器都有写在那个部落格的文章里面，你们有兴趣都可以去看啊，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你看打出来这样子很细耶，放这边我怕滴下去，然后我觉得它还稍微有点湿，然后因为我想说我接下来这个豆沙打好对不对，我想要让它可以保存久一点，所以我等一下呢我想要用那个炒锅加一点点奶油稍微把它炒干一点收干一点，这样子我如果要包那个什么豆沙包我就可以来包了。有看到吗？还蛮细致的，因为我平板那边我怕它滴到我的平板，反正就是取代糖，对，好 ，OK， 这台很好用，雅凤，雅凤也有买，对不对？这台真的很好用，而且它真的超有力的，超有力的。然后，好嘞，我先把它倒出来，我等全部的豆沙打好之后，我等一下再一起到锅子里面一起来炒。那炒锅的我就可以稍微放比较久，然后我要包那个豆沙包也可以来包，这样。可以，行，打得动。所以如果你们蜜红豆如果煮起来太多，你们也可以把它打成豆沙。把它挖干净一点。好，那这边继续再来打，因为我这边还有一盒，但是这一盒我本来是满的，但我跟我儿子喝那个红豆沙牛奶或者是红豆牛奶本来是满的，你看吃到也剩下一点点，然后我想说我们两这两个我们两个因为小七老师不吃甜嘛，这个蜜红豆都是我跟翔太在吃，大概也吃了一个礼拜了，觉得稍微有点腻了，应该不会再想要吃红豆了，然后就拿阿爸打红打成豆沙好了，打成豆沙。好，我一样把它过滤一下，不要那么多水，不要那么多水，这个里面都是已经有甜度的蜜红豆了哦。好 ，OK， 这样子我稍微把它的这个把它倒掉。那等一下我们再用稍微一点奶油，再稍微炒一下，把它收干一点，可以来包豆沙包。因为我家最近那个馒头也没了，然后我就有点想说，有点想要吃豆沙包这样子。等下打出来这个红豆好细哦，哦好绵哦，好好吃哦。但是它要拿来包豆沙包太湿了，要拿来包豆沙包太湿了，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炒一下。好，开研磨。
在问说什么，等我看一下哈。A 可以做铜锣烧，哎，对，大小姐可以做。但我们家不爱吃铜锣烧，红豆哪排？红豆哪排？红豆没有排，红豆是我之前去屏东那个几个月前，不是疫情期间，在屏东的时候买的，屏东万丹那边。啊，你们红豆都没关系，一般的超市买的就可以了。这一台有团购价吗？有，佩玲有团购价。你们私讯老师问，因为我们团购价很便宜，你们要私讯老师问，老师会给你，或者是你们直接上部落格找老师的那个介绍。部落格，谁要贴上一下？有团购价，一万多块，一万出头，没有超过一万五。煮的无糖豆浆冷藏可以放几天？我跟你讲哦，无糖豆浆冷藏我大概不会放超过两天。那基本上我打的豆浆不会冰冰箱。米浆也不会，因为我之前有教大家打那个豆浆跟米浆，花生米浆，因为我们自己打的豆浆跟米浆，你冰的时候，它表面会有一层沫啊，我不喜欢吃那个沫，我喜欢现打的那种新鲜口感，所以我自己是不会冰。啊，我有试过冰到第三天，我觉得没那么好喝，两天之内都还可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可以拿来打米浆做萝卜糕吗？没问题，只是说我自己在做萝卜糕，我都是用那个再来米粉，直接用粉浆的方式，就是在锅子里面直接煮，我没有用再来米泡水加水打米浆做萝卜糕的经验，那个我要另外问那个姚阿姨啊。我自己做都是用再来米粉才去做，但是这台你要打米浆可以，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因为它非常有力。有开锅宝的保鲜盒吗？有，七月八号锅宝的，我就在一天疯团购吗？你们自己问的，你们自己自投罗网的。我跟你讲，锅宝的保鲜盒跟不粘锅，还有那个自动开盖油壶，这个自动开盖油壶，在这儿，这个上次有介绍过的自动开盖油壶，这三个不粘锅、自动开盖油壶、玻璃的不会漏油的，非常好用。然后跟那个不锈钢保鲜盒都是七月八号，锅宝的都是七月八号。如果时间有提早或延长，会发文跟大家讲啊，锅宝东西都很好用，老师已经开团很多次了，好不好？吕内说中筋面粉缺货，还好找到一家有。我跟你讲，面粉跟糖，我们家库存很多，要看吗？我们家库存给大家看一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得到，来在这边要看库存是不是？来，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库存。哎，小姐，我自己帮我弄，对啊，拜托啦。你在这边就好，你在这边就好。没有什么库存啊，不要。拜托，哦，你就小七老师不帮我弄。你等，我想要我等在直播群中就没用哎。库存来，我来跟你讲，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到的库存。我们家搅拌机下面的这个柜子，来，看一下。好，来，日本的小兔子的面粉三包，然后那个梦之力的几包。然后这个也好吃，韩国的这个人参鸡粥一箱在这边，还有我们家的椰糖库存几家，我看到我到拢是用这个，然后白砂糖也是有做甜点是会用的，来，这个是粉心粉中筋的杂包，进前拢存好啦，然后蓝色是蛋糕粉，哎，随手牌，麻烦姐联合牌随手牌耶。发票寄过去，随手牌的，请来那个赞助家帮老师一下，我拢用拎刀来混呐。这样子好，蛋糕粉三包，然后这是高筋，因为高筋的我有这个日本的嘛，所以我随手的高筋就买稍微少一点，剩一包。啊，这是锅宝之前焖烧罐，然后还有这个是再来米粉，之前做萝卜糕的再来米粉，这边还有。没看混到库存混总在椰糖几家，高筋面粉几家，这种库存区几家，展现故意现一下我们家的库存给你看一下。哎，你查要不要做这些？之前有一小阵子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货，就上次看到有货的时候，疯狂买起来囤这样子。你看我讲话讲到鬼刘海都打没啊？所以你那有看到的话，有看到面粉买多买几包哈，不要常常跑出去买，直接高清奖提起。对啊，雅凤豆浆现打现喝，我也觉得最好喝。要打一张团购列表哦，团购列表哦。好了，我有空我再打，反正豆徐的东西就是
除湿机、万用除湿机、搅拌机跟超高速全羊调理机跟 Bosch 他们全系列这种砍度式的蒸烤炉、蒸汽烤箱、蒸炉还有一般烤箱，你们都可以找老师买，都会有团购优惠价。但是烤箱老师就没有那个特别公开，你们自己来找老师就可以了。他的全系列都可以，不管是中高低阶都 OK， 这样子也没有货、哦、网路订都没有货 OK。 大小姐库存都放很久都懒得做。哎，大小姐，你说小兔子我直播完之后再上去看就没货了？对，是哦，我上次跟那个成品订的时候，他也是说库存量不多，所以我就说他剩几包，他说剩六包，然后小纪老师说全部寄过来，叫成品全部寄过来这样子。日本粉就是日本制的高筋面粉，他们粉比较细致，做出来的吐司细致度很好，这样子，就是也是高筋面粉，只是它是日本制的。小兔子没用过，哦、小兔子做吐司好吃。可是大小姐有说小兔子没回，我跟你赶紧讲，但你都加飞没回，但又搞没工。老师又盖小兔子，小兔子没回啊，这样子不会。但是我跟你说，不是说一定要日本的啦。其实最主要你做吐司面包，还是就是那面团的筋性要打得够，发酵的程度也要足够。你就算用台湾的，我有时候没有用日本面粉，用台湾的水手牌的做出来的也很好吃啊。所以就是你筋性还是要够这样子啦，哈。阿尼。好，我赶它挖出来，我炒一下。好，打好的豆沙，你先把它挖在这里。啊，油的分量你们就自己看，看要加多少都没关系。有加油的话，我们包在那个包子里面做豆沙包的话，你会觉得吃起来比较油润，比较滑润这样子啊。对，稍微还是让它有一点点油哈。把它挖出来，等我把它挖干净。其实豆沙这样打好很细就很好吃了。哎、啊，你们刚好看我刚刚那个蜜红豆是连壳带壳下去打的哦，没有去壳哦，带壳下去打，它打出来就很细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欸，带壳下去打会不会吃起来有那个。壳的那个口感不会齁，你看我刚刚是连壳下去打的，它打出来很细啊，好真啊，中间也没有一款有货就焦虑了。对啊，如果你们再订看看啊，再订看看，再订看看，然后随手就没有找老师业配啊，没有找老师做团购啊。他们本来就卖得很好，在烘焙材料行就都卖得很好了，所以你们就可能材料行再看看，或者是一般的店再看看啊。老师之前其实如果去全联的话，全联都是卖嘉禾嘛，我也会在全联买嘉禾牌的，也是会啦。这两个都还不错，都蛮好的啊，也都很好操作。呵，好，这个。跟你讲哦，打完之后这个等一下再炒，这个要先洗，这个干掉不好洗，所以这个要先洗，去加水。啊，洗不用，你就是直接装水来，泡上去，连这个盖子跟棒棒一起洗。因为这种东西它里面刀片很利，你如果手伸进去用菜瓜布洗，有时候不小心会割掉，所以你就是深层的地方让它用水自己去帮你做自清洁就好。啊，如果你的上面上半部还有一些沾到东西的地方，你用那个海绵稍微清洁一下就可以了啦。好，
我称一下我的红豆沙有多少，好，这样子就洗干净了，然后上面再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什么雅芳说觉得老师的直播很日常，观看人数不多，真是太可惜了。FB 触及率太低了，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有缘人来相见就好了。你们有空的再帮老师多多分享一下，有空帮我多分享一下。触及率这个部分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了。好，走有缘人路线，运气好才看得到。对，好，我先把豆沙倒下，我大概称一下豆沙的分量啊。触及率这件事情啊，我之前也有跟小纪老师讨论过。说哎、欸，我们做直播做得那么勤劳，会不会是因为直播时间太久，所以变成大家不喜欢看这样子？然后我说哎、欸，还是我们不要直播了，我们改成做影片就好。哎、欸，影片可能十分钟，大家就可以把所有完整的东西看完了，啊，就是挑回两轨。啊，直播的话，我们每次都巨细靡遗，从头到尾实做给大家看，连做吐司都做四小时的直播，可能看的人会觉得很累，所以大家就不喜欢看那么长的直播。然后我们两个就讨论过说哎，要不要换成就是拍那个影片，然后就是快速的挑回两轨，会不会比较多人喜欢看影片，大家都没有什么时间看。我这边差不多962大概算一公斤962，那我奶油的话先加个看一下哈，加奶油，我先看一下，我把它这一块大块就好了，60哦，60好像还行的，我现在先放60的奶油，我先放60，可是看一下这样子有点好像不太够，加一点，因为我要包豆沙包稍微让它有点油脂，不然我就直接放96克，10:1好了，10:1好了，好，可以再一块，哎，刚才我拍这呢，买好啊，你等好啊，84啊，962红豆沙奶油84，帮我记一下，962红豆沙奶油84，不然我们家直播之后又忘记了，有帮我写一下，拜托哎，感恩。不喜欢看影片，不能聊天，假的啊，哦，这样子我们很两难呢。想要那个观看数高，然后直播时间又很久，又有的人都没有耐心看。不要，还是要直播，影片就听不到亲切的南部台语了。盖行马西安呢？吼，我拍影片会比较震惊一点嘛，拍影片会比较震惊一点，就台语的部分就会少一点。阿尼亚西直播就真的是很日常啊，就是我们平常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嘛，没有什么任何做作这样子。安呢？所以这是公台语，这是公台语安呢？好，我来把它稍微炒收干一点点哈。红豆沙96，奶油84，哎，谢谢你呢，送你一个心。962啦，大小姐是闪神，把红豆也写错，奶油还写不出来，大小姐还在谎称，你不太是那个班长第一名。喜欢看直播很疗愈，最爱我们不正经。宇轩，你是不是爱我不正经啊？那你呢？好了，我们就是还在斟酌啊，那可能就是慢慢的就会说，就是直播当然还是会做，因为我们还是喜欢跟大家互动，小纪老师也是喜欢直播跟大家互动，但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比较时间比较久的一些东西，或是有些比如说之后我们也要分享一些甜点的制作或是一些料理的制作，时间上可能比较久，或是它中间等待的时间就是比较久，可能就可以考虑用拍影片的方式改。不然有时候你真的是直播做的某一些东西它等待的时间太久啊，直播卡在那边，我们也不知道被攻杀，然后公告表嘛，我们在被攻杀是被秋瓜吗？群众啊，妈妈是做尴尬的啊，对吧？好、哦，喜欢直播吗？真的吗？那因为你们现在是看直播的人来，你们这些人都是喜欢看直播的吧？对，要多帮小纪老师几边挂叫打。多帮老师分享出去，这样子。对啊，帮老师多分享啊。
什么？你在那跟我讲，介意的话可以先直播完，剪辑一个三分钟版本的。假如老师有空的话，我之前就是有尝试，就是说两台湾直播里内，三十分钟到了，三十分钟到了。好，然后我们来加糖，来加糖，加椰糖进去红茶里面。先把它的那个，我这边先关火，我这边先关火，因为我怕它等一下焦掉。三十分钟到了，把茶叶捞出来哈，把茶叶捞出来。好，我拿刚刚这个本来要洗的这个盆子来接一下。反正你也不要泡太久哦，泡太久，伊嘛是小波，我后来也是发现它三十分钟就差不多可以了，味道就够了。把它滴干净一点，这个时候它其实还热热的，我们就这时候来加糖，糖的话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哈，都可以。因为我的加糖的那些分量啊，还是比它原始那个包装袋上面建议的来的少，大概只有它的70%而已啦。那我就觉得这样甜度就够了。好，我来加糖。加220的糖，你的椰糖没了，继续再开一包新的。称重归零一下，椰糖超香的，喷到我自己。好，还差一点点。好，可以这样子，220的糖，喷到湿的了，喷湿了，混就干干。好，然后呢，你下去之后，你就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融化，因为它现在热热的嘛，所以你拉起它很快就融化了，然后你就等它凉一点，再装瓶子，再进去冰箱冰，冰冰的就很好喝，不会太甜，这个不会太甜。好。这样子让它融化就行了，把它放在这边。好，给你们看一下椰糖，椰糖等下一次开团要买的人，你们就等下一次开团这样子。好，继续来炒，来计时一下，看我炒多久。计时一下，女内，你刚刚讲说剪接那件事情啦，我之前也有曾经有剪过啊，我之前有把那个直播，但你知道吗？我们的直播都很久，要嘛最少都一个小时，后来也有动辄三四个小时了。你知道我把那影片下载下来之后，在那边剪的时候，剪到那个第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后皮啊，因为太久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剪，我们又很怕说，放到把它剪成短影片的话，怕你们会错过中间的细节，又看不到。又得再回去看重播，然后就会想说要巨细靡，剪到后来就觉得很怀疑自己这样子啦，所以就是还在做这个中间的平衡这样子。重点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当然还是很愿意就是直播啊，跟大家互动这样子啊。如果你们有喜欢，也可以帮老师多多分享啊。当然看的人越多，我们的动力就越大嘛，这是正常的，对吧？啊，不然这个他眼睛啊，根本无人要看啊，这个来是女的，不是要这做啊，对吧？蜜红豆有直播吗？有，之前有直播过，你搜寻祥泰蜜红豆就会有文章跳出来了。啊，我看一下，讲小鸡老师的鬼故事。什么？你唱歌人数都冲上去了，是不是啊？哦，所以说小鸡老师也在打游戏，是不是？没有没有，小鸡老师他在那个，他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边。他用骗子啊。就是说看老师直播好像看自己在厨房忙的样子很日常疗愈，可以激起有动力去做料理烘焙。对啊，好，椰糖清炒茶绿豆汤可以加吗？可以啊，可以，你就把它当做一般的糖来使用。那椰糖的话，你它就是第一个，它是纯天然的糖，它不是跟一般的二砂白砂一样，它不是精制糖，所以第一个它纯天然，100%无添加，然后它手工熬煮的，然后再来它是从椰子花蜜，它是用不是椰子那一颗椰子，而是椰子花蜜采取下来的，所以它有很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然后椰糖你在闻的时候，它会有很天然的那种，有点类似像焦糖或是类似像黑糖的那种香气，所以你把它加在不管烘焙或者是茶饮料，或者是做料理里面，它都会有很特殊的一个
香气在，这样子很适合，然后可以提升风味。好，我这边奶油已经融化了，我慢慢把它炒稍微收干一下下。OK， 记得我在玩成语没有啦？你都没出来，用来关心一下。不然就是老师直播完之后再发食谱文，附文字食谱，让不想聊天的也可以看。有啊，我都会再发啊，我会再发食谱文啊。有时候没有啦，有时候太累了就聊不浪费。啊，有空的话，你如果是做烘焙料理，可能不一定会发，因为料理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小纪老师他就会有附食谱给你们的嘛。然后烘焙我就比如说面包或者是甜点烘焙，我是一定会发，因为面包烘焙那个东西它是一定要食谱才能做的嘛，所以那个我就一定都会发这样子。好 ，OK， 饿了，继续炒。细节是在步骤，不是什么食谱。对啦，细节是步骤嘛，问题啊，有的人嘛是需要食谱啊。你不给我食谱，你改细节，光你这嘛是需要食谱啦。好，你看哦，我现在在炒，你会发现它刚刚有一点点就是湿湿的。它现在在炒的时候，因为它水分开始在挥发了嘛，它会有一点就是收起来这样子，这样成一团，然后不太会粘黏的感觉了。然后这个不粘锅，国宝不粘锅7月8号开团哦，跟不锈钢保鲜盒还有自动开盖油壶7月8号国宝系列一起开团，这只锅子非常好用。我们3月份开团的时候有人买了炒那个焦糖夏威夷太妃糖炒糖，完全不黏。它炒完之后呢，刮刀连剥都不用剥，它就直接这样剁出来，一共老师一滴都不沾。然后他还有拍影片拍照片给我看，我就说哦真的很厉害。然后你看我现在在炒豆沙会不会黏，来给我回答一下会不会黏。啊，我今天我没有把镜头拉下来给你们看，我敢一直给你们蛋姐镜头有点远，你等我一下，我拿进来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我来加擦擦好灵活，眼镜回停安尼，但我一手爱扶的，啊不也，锅子也招来招去，因为这是平的，它会一直跑来跑去。你看我在炒，它会不会黏？完全不会黏，完全不黏。好，我要顶着它，不然它会一直乱跑。你看都不黏，都不黏，炒豆沙也不黏。这只锅子真的超好用的，而且它是厚的不粘锅，厚的，你看就是厚的，而且非常好洗，不粘黏。7月8号会开团，会再跟你们再介绍，有买过人就知道，没买过人就再继续看我介绍。对，不会黏，没错，非常好用。好，这样子我继续再把它，它其实现在你们看它一个小块缩起来有没有，你小块缩起来就会归完这样有没有，其实就差不多啊，那也差不多啊。那你就说你要放稍微久一点的话，你就是把它稍微炒干一点点。好，它不像刚打出来那么湿，有没有？你看它可以先让它盖归完啊，让它盖归完啊，这样子。啊，其实你炒好这个，你要再拿去打红豆沙牛奶，打红豆牛奶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啊，我只是说，因为我那边煮起来的它水分有点多，然后我想要做豆沙包，然后也想说吃的有点腻了，我就来把它做成豆沙馅这样子。其实有好像还可以再多一点点啊。啊，没关系，我们不要吃那么多，有的话大概我刚刚那个分量也是差不多 OK 的齁。不黏掉，打工不黏闻掉，因为它真的不黏，你们看多好炒，都没黏，好炒。我先把镜头倒回去，镜头先把它装回去，我再炒一下下就差不多可以了，再让它稍微收干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它炒到就是它可以缩起来，然后可以有点归弯，其实这样子就 OK 了哈。好，差这不离啊，手酸你敢奈？好，然后你们是不是想说，好，我关火了？你们想说，老师你是豆沙馅炒好了，什么时候要做豆沙包？等我有空啊，等我觉得 OK 时间点差不多的时候，豆沙包之前有。那个啦，有直播教过啦，就是祝你生日快乐，豆沙寿桃豆沙包，那个直播也有，
好，搜寻一下就有，或是去老师的部落格找老师的那个万用厨师机的介绍，我的直播全部都放在里面，都在万用厨师机里面，你们直接在部落格文章可以说看到所有的直播，在那边慢慢看也可以，那你要在脸书看也可以。哎呦呵啊，你够好咩啊？哎，这个超好的豆沙很香哎，拿挖起来给你们看，给你看很细耶，有没有？哦，青烟呐，偷你一点试试看。哦，好细致，好绵密哦，细致绵密，但油就比较少，比起外面的那个豆沙馅的油，这个就来的比较少一点点，这样子哈。不过你当然要大量做啊，这个也可以拿来做那个蛋黄酥啊，蛋黄酥。我带了我蛋黄酥啊，再去买咸蛋黄。好，先这样子，然后我先把它铺在那个我先放在锅子里面好了，我等它凉，等它凉了之后呢，我再把它装到那个真空袋，把它真空起来好了，然后再冰起来，可以放比较久。我再用真空袋把它分一包一包的，因为这个如果要一次用完也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快，所以我等一下等它凉，我再装真空袋把它真空起来，这样子。搞啥？干嘛？豆沙放凉会再变干，对，所以不要炒太干。对对对对对。这款锅的散热度非常好，不需要大火，很省煤气，也很快。哎，就一之前有买过是不是？好的。红豆馒头，对啊，豆沙包。我就知道，我刚刚还没看留言，我就知道里面有人问雅庆的学弟有接着做豆沙包吗？没有啦。哎呦，现场好可以作品啊！刘小庆，你嘛是，你嘛红都黑了，我已经直播老久啊。哦，一点钟啊，你们给我喊这豆沙包，你敢够有那个敢有人性啊你？锅子有加锅盖吗？有，都有锅盖，它每一个都有锅盖，就这边，每一个都有锅盖，然后锅盖是这种，可以立着的，可以立着的，在这边，我们家那个锅子刚好那个层架那边一整排都是这样子。好啊，之后会在开团的时候再跟你们仔细介绍，开团的时候会再跟你们仔细介绍。S系列说红豆也要拿出来炒了，是不是？哦。铜锣烧也行，嘿呀，这铜锣烧也行啊，也是可以的。其实也可以，它可以打那个什么，跟牛奶打一打啊。如果你有那个冰棒的那个，或是那个不是冰棒，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会用的，你可以用那个啦，冰棒的那个桶子有没有插木棍，然后红豆跟牛奶打一打，然后你要绵密一点，那个浓郁一点，你可以加点鲜奶油，打一打之后拿那个红豆沙牛奶有没有割割，然后就把它倒进去那个冰块里面，然后插那个木棒，并且那就是红豆挤压冰啊，红豆牛奶挤压冰啊。然后我讲的是那种袋子，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都有那个袋子，它上面会写绿豆汤夹链袋，然后有点雾白色雾白色，然后另外一下红配的绿豆汤啊，那个小小瘦瘦的夹链袋，然后不是小时候妈妈我们家都这样，我不知道好的红豆汤或绿豆汤，妈妈就没有打嘛，红豆汤、绿豆汤的几管，几包几包管，然后的可以冷冻啊。它是冻硬了之后，小朋友都会那个天气热去冰箱里面，然后就拿出来，然后打开那个夹链袋，就把那个红豆冰或者是绿豆汤的那个冰，把它拿出来这样子吃。你们知道我讲那个袋子吧？你们知道我讲那个袋子吧？红豆牛奶冰棒黑啦。现场的观众都是挖洞大队的，对啊，你们知道挖洞叫我跳，叫我做馒头，但我跟你讲，做馒头是很快啊，你们。引起了我想要做馒头的那个哦，等我一下，那我先休息。加炒豆沙要加奶油炒吗？要加点奶油炒。你不加奶油当然也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包在那个什么包馒头做豆沙包的话，你有点油吃起来它比较滑润，你都没有油的话吃起来我会觉得比较干一点，然后我是觉得还是要稍微加点油哈。米奇图案的那种袋袋，对啊，我那一次那个我前几天就想到说，哎，对啊，好久没有买那个袋子哦，那个瘦瘦长长的那个袋子来做那个冰棒哦。被妈妈自制冰当炸锅，你是说这个锅子当炸锅？当然可以啊，我们直播，我们在家直播，小纪老师不知道炸锅几百次了，可以当炸锅没问题。抹茶红豆沙馒头，不要吃抹茶，我不喜欢吃抹茶，我只喜欢吃白馒头跟南瓜啦。
米奇那种图案的袋袋，对啊，可是我们家现在没有，我们下次就一般的那个密封袋而已，没有那种瘦瘦长长的那个，就是瘦瘦长长的，然后就把它冰进去冰箱冷冻起来，有没有要吃就随时可以吃这样子。我们家没有绿豆，不然也可以煮绿豆汤。知不知道我在讲那个？对，妈妈自制冰，雅瑜讲的妈妈自制冰，冷冻袋，对，搞得我现在好想要去买那个冷冻袋来打那个做那个红豆牛奶挤压冰，红豆牛奶。阿嬷也会用凤梨冰，对，凤梨冰我跟你们讲哦，就是你直接凤梨把它切丝，然后加糖，然后加少许，加一小撮盐巴，然后下去炒，嘿，下去炒那个炒过的凤梨，你再去做凤梨冰比较好吃，因为你把那个凤梨的糖把它炒出来了啊。你当然你直接新鲜凤梨打一打要做成凤梨冰也可以，可是你炒过的再去做凤梨冰很好吃，因为我们之前有教大家做那个什么凤梨柠檬达克瓦斯，就有教大家做那个凤梨馅，炒过的凤梨馅去做凤梨冰茶、凤梨冰沙跟凤梨冰很好吃，炒一下，炒过一下。诚实豆沙包换继父钱上场煮大肠蚵仔面线，你口又在挖洞，你口又在挖洞给我跳了，才不上你的当，才不上你的当。冻冻果袋，冰冷冻。冷冻葡萄或养乐多啊，对呀、啊，养乐多店，我也很喜欢吃养乐多冰啊。对了，养乐多冰呐、啊，我前两天我买那个，我今天有买养乐多啊，我今天有去买鸡蛋跟养乐多跟鲜奶回来。养乐多我都整罐直接丢进去冷冻，可是你整罐丢进去冷冻的时候啊，因为它会膨胀嘛，所以那个养乐多它的上面的那个盖子它就膨出来，养乐多就先把它煮出来，然后煮出来之后呢，养乐多又会甜，它就会整个冷冻旁边都是那个养乐多流出来，所以你要把它打开倒到那个夹链袋再进去冷冻。然后呢，因为如果你弄在养乐多的瓶子里面冷冻，那个用汤匙挖很好吃，养乐多冰很好吃，但是你那个洞很小，你很小的汤匙这样很难挖，把它放进去那个夹链袋再冷冻，夹链袋打开就可以直接吃养乐多冰了。好，我下次决定要去买那个小那个冷冻冰的那个绿豆冰的那个袋子啊。大小姐我都听不懂什么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炒个凤梨冰，做一下凤梨冰。好，凤梨冰可以，凤梨冰 OK， 凤梨冰做冰可以，凤梨冰做冰可以。香蕉荔枝都拿去冷冻。好了啦， OK 了啦，我们继续直播下去吗？但是我那个洗碗槽里面一堆东西还没洗，洗碗槽里面一堆东西还没洗。我先把这里先收一下，让我思考一下。对啊，它会慢慢，它等一下冷掉还会再干一点点哦，它会再干一点点。好，鱼肠收起来，然后啊，我刚说计时炒多久也没有啊，没关系啊，你们就是看状况就可以了啦齁。我把它先挖起来、啊、不行，我再要拿去啊，先挖起来好了，不然锅子在这边有点大。你要看一下，我称一下这边多少哈。凤梨冰要勾芡吗？不用，不用勾芡，不用勾芡。984，把它压一下。984，那我挖一些出起来做。是哦，好，等一下再挖好了，我等一下有要做再挖。
你要去啊？这样子我会吵到你。不会啊。裤子很干净，一点都不沾。对啊，不沾哦，还有一点点。啊，绿豆沙做法也一样吗？对，基本上是，但是如果你要做绿豆沙，要去壳啦，要去壳，你直接这样下去打，会有那个绿豆沙的那个绿色的壳这样子啦。所以如果绿豆沙的话，通常是去壳的，去壳的哈。96284，那么好啦，现在已经人数减少了。炒完的红豆沙可以保存多久？不一定啊，就是看你的保存的方式啊。你如果说可能把它真空起来的话，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但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说实在的，没有加防腐剂，老师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可以放多久。那你可能真空可以时间比较久，可是你可能只有放盒子，用保鲜盒，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内就要用完。就是你还是要尽快，不要说放太久，放到它坏掉。我们还是要趁新鲜把它使用完毕，会比较好啦。好 ，OK。啊，真空袋的话，可能时间上可以再久一点点这样子，但我尽量还是建议越早使用完越好这样子哦。晚安，对吧？差不多啊，差不多。果然会夸张，放到坏掉那一天比正常放到坏掉那一天。对呀、啊，已经那个了，因为它现在有点热，所以我在考虑说，如果要做包在那个包子里面的话，已经卖个盖烧，你感觉我就怕那太紧要就烧嘞。我想要单一锭，然后单一锭料，我再把它分称好、搓圆，这样子包在包子馒头里面。比较好包，好不好？安妮娜，我本来是想讲要做一个冰淇淋尔，啊，哪个突然间变黑了，这久，哎，搁等下搁上久，等下搁无人要来看啦吼，好不？单一锭，好不好？保存好，让他来做包啊，豆沙包。OK 哦，好哦，无人甲我回答就是安尼啊，无人甲我回答就是安尼啊哦。啊！咱在迄落，咱一定看是较晚，还是明仔载，是当时后日大后天，大后天下礼拜看来做豆沙包。哈，每个人冰箱的保存条件不一样，哎呀、啊，提早为蛋黄酥做准备。对啊，我这边冷冻起，不是冷冻，我这边可以冷冻，我把它真空包冷冻就可以放比较久，可以要包中秋的蛋黄酥就可以了。OK。那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直播，我们今天冰淇淋跟豆沙制作跟教大家分享给大家煮红茶的小诀窍，就这样子咯，去买个冷冻袋啦，对啦，去买个冷冻袋回来刚好，好，等老师有空再来上线，谢谢大家看我们直播，再见。